Thank you.
周期以来，来啊，
Thank you.
好，比较关注什么，喜欢什么，然后他的性格呢，就是说一些叛逆，然后在这方面你能接受吗？可以接受，因为平时除了我的这些东西之外，我是个挺愿意尝试的人，比如刚才看滑雪啊、台球啊，还有看电影，或者是看一些话剧啊、音乐剧，还有做这个设计品牌什么的。那这点和我一会儿更相近了。那一会儿整个大学期间，因为假期从南京跑到盐城，去参加各种的音乐会、话剧。啊，那跟我还是挺像的啊。接下来呢，你就要进入权力反转的环节了。好，来了解一下这三个家族的简历。请看大屏幕。一号家庭，张璐，28岁，职业飞行员教练。四号家庭。梁树林，22岁，职业餐饮店老板。22岁啊。5号家庭，孟科颖，24岁，职业造型师。哇，工作都不错啊。那你现在可以和父母来提问一下。首先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你能用一个小动物来形容你的女儿的话，我就觉得你的女儿最像一个什么动物？嘿，这有点意思啊。我的女儿应该像个小兔子吧，有她乖的一面，也有她过分的一面，而且呢很可爱。是啊。感觉我妹像一只猫吧，若即若离，有的时候又会很黏你。我们家树林我觉得应该像一只开心的孔雀。谁说的？一直都是我喜欢的，就我的腿。这个是真的挺有趣的啊。呀，我一定让我帮不上他们。我再想问一下，你们的女儿会烧菜吗？做菜怎么样？会烧。会烧。对，这个我们家就有孩子，我们家开饭店的。啊。烧的豆腐怎么样呢？烧的不好，它暖人心呐。哎呀，真会说话，哎呦。我会煮面条。我女儿喜欢做菜，而且他做的香菜辣椒鱼头特别好。我还是挺喜欢吃香菜的。不会做香菜，我就做只会做那一个。我再想问一下，是各位家庭，你们介不介意我经常出差做演出这种工作性质？介意，没问题，我们家不介意。这个完全不成问题。我希望他能带我们一起玩。而且我都可以带着，可以带着出去，对，带着你们一起去见你们嘛，跟我想一样。那接下来我们媒体家庭还有4个秘密情报，你可以选一个来了解。一号家庭，张璐，国色天香，光辉岁月，我是天香，发过来老师。我选国色天香。这个碰一回来，门都有了。让我们看看速配之作。
放心。哇！我也用心。说过，在乎的人不明白，明白的人不在乎。希望你能既在乎又明白我。
袁冬贤，我来自上海，今年26岁。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全职的平面模特。平面模特。对。那我现在就是我美丽可爱的妈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袁冬贤的妈妈。我打扮上有三个标准：第一要帅，第二要美，第三就是暖帅暖帅的，记住了没？Thank you.
孩子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找到理由。因为我跟安徽国的时间不是很长，不到两年，我朋友圈基本上都在国外，在深圳的话，朋友圈就更多，接触女生不是很多。我也是这样，每次回国都没有。因为你的对这段刻骨铭心的爱情，居然是这么的凄楚啊！可是你依然相信爱。是的，因为我觉得一段感情对于男孩子的成长其实特别有必要的。跟我的想法一样，我也是。就是分手之后虽然痛苦的经历，对一个男生来说也是一个成长的过程。仔细承认。我发现这个小伙子哈，跟我的同学的经历一模一样，甚至恋爱史都是一样。而且我也理解他的痛苦，跟他想家的心情。在国外的话，一个人确实是不是很容易，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。能坚持下来，然后能顺利完成学业，其实是挺难的。是，他说尤其是感冒发烧了，恨不得有个人给他倒点水啊。有的时候病的都不行了，上班上累都不行了，还自己开着车去找分去。这一份亲情，我们听了都很心酸。生病的时候是最想家的。是啊，是啊，非常理解。咱先给你哥哥女儿进个事。我女儿叫张璐，一号。哦，可以吗？要不来下面一个问题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自由抢答时间啊！你们中间想打断他都可以啊！现在这行情好啊！现在是。来，嘉宾，你想开一个健康会所是吗？对的，对的，因为我特别喜欢做饭。那太佩服了我女儿了。我女儿在这方面挺有经验的，她会做健康餐。如果在深圳发展呢，也可以；在上海发展开会所的也可以。她能够助你一臂之力。你们两个可以共同来经营好你们这个健康会所。请问一下男嘉宾，你平时健身吗？我健身六年了。哦，那太好了，我女儿她以前做过好几年的健身教练。哦，身材。如果你们两个人以后有缘分好的话，你们可以一起锻炼。我女儿可以用正确的方法和你一起。嘿，这妈妈，人家怎么就六年就不正确的？是。
你的，你俩有共同语言吗？你要找个理工女吗？你理工男找个工科女多配呀、啊。好了，我跟你聊的特别特别的多吧，现在都是干点建筑吧。全力团长的分别时间，我们了解三个家庭的简历。一号家庭，我是这样的，这样的，这样的。二号家庭，年薪25岁，职业国企实习员工。五号家庭，任方贤，27岁，职业模特。怎么样？你有什么想要选择几个你关心的问题，跟他们几个父母聊一聊，提问一下。我想问一下五号家庭，这个模特大概是。他一些什么东西可能没有注意，你感觉可能说有点在意吧？没有注意吧？可能会，但是咱也都是会注意，因为他我们女儿身材很好，做过教练嘛，他拍的东西啊，都是这种运动方面这种类型的，只要很健康阳光的，传播正能量，还要这样子。好，你放心吧，来拍照。还有没有提问的？一号家庭，你们介不介意我你们女儿的事？我们不介意，刚刚我也想问这个问题，介不介意我女儿很大一岁？我们一家人都是非常和睦的，到我们家里来是没错的。哎，嘉宾，这个不是问题，我女儿26岁，跟你正好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每组家庭还有四个私密的情况，你可以选择一个来了解，好不好？没问我，不问我问题。来，一号家庭。你想了解哪一个？我觉得那个斯芬到月球挺感兴趣。好，请看大屏幕。Oh, okay.
难做出抉择的。但是我喜欢一个女孩啊，就是形容的大长腿，我觉得比较好。然后呢，还有她父母呢也说颜值也很高。一二号家庭都举起了手，确实普遍都大长腿，但是下一句话泄露天机，说父母颜值都很高，你们俩姐妹俩就没举手是吧？对，本人呢？我感觉一号家庭也非常适合我大侄儿，他因为相信群众的眼光，雪亮的王为您配红，但我是看到了他们。嗯，我决定要为二号甜心做主了。嗯，人家也是大长腿，对，而且呢，妈妈一直说喜欢聪明的女孩，对，理工科还能研究生毕业，这得是多高智商啊！对呀，是的，我们把这个甜心这件事给忘了。很难抉择。哎呀，那好，最关键的时候到了，请你们现在为自己的女儿做最后一次争取吧。来，一号家庭。紧张，紧张。看看他爸爸也是这么帅。这样肯定不会差，又当过公子了。别别别！好好好！大家好，大家家没错。好，谁来到的老公？他叫陈家妈妈，身材好吗？对。我女儿比我还漂亮。阿姨，这个身材又好，长得又漂亮。啊，都看进去来了。我女儿特别喜欢你，我女儿身材挺好的。这个我女儿最符合。
我不
心这个问题，没什么秘密，就是对何老师啊，对，陈建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我爸觉得他是个学霸呀。对吗？他是学什么专业？他是北京化工大学，他学的是化学工程与工艺，他现在工作已经定下来了，在北京。陈建斌，你建议异地恋吗？就是比较独立的，所以我没关系的。我觉得女孩会比较介意，我觉得女孩还是希望别人陪伴她。天仙不介意异地恋的，你俩真的气质各方面真的很配的，真的很配。哦，多谢多谢。独立呢，自立呢，都给搞忘了。男嘉宾素人从小就非常的独立，现在自己经营的饭店基本上是一个人操作起来的，然后太原酒店、北京有饭店，非常的独立。那男嘉宾就辅助我家的一个重要并高度性条件，就是帅。因为我们家现在杨子侄，房子、车子、票子这些，通通都可以不要。最主要一点就是帅。杨子侄。哎，喂，你好，国立老师，我是3号房单里面，帮我接我爸爸。喂，爸爸。爸爸，你要跟他说，我跟他还是挺合适的，都在上海。你也真的喜欢运动，我也真的喜欢运动。我真要说的，张先生你好，你好，我是健康达人，我做了8年的会所，我女儿的受我的影响，也是运动达人。现在包括我太太受我的影响，也是健身的。其实我们是一个 exercise 运动员。好了，我们开始都说吗？接下来我们进行全力反转环节。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三个家族的简历。20号年轻家庭，25岁职业国企实习员工。3号房单女家电，单女是21岁职业自由职业。好，4号杨树林家电，22岁职业餐饮店的老板。啊，接下来你可以选择几个你关心的问题，对他们的父母提问，并且说出你的答案。我想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，你的女儿最晚一次回家是几点？最晚一次回家。因为我平常的生活状态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，我的生活的节奏特别像一个老年人，每天早上起来呢要去散步，然后这个睡也特别早，跟这个时代的年轻人有点不太搭。我喜欢。人家也睡得很早，我给他规定10点以前必须到家，不能在外面过夜。三女的爸爸接电话。喂，爸爸，你要跟他说，我虽然年纪小，但我过的是中年少女的生活，我生活很健康，还喝喝茶呀，然后平时在家谈谈钱，也跟他说啊。你好，张先生，我女儿的全生活，她还有进步，喝喝茶也可以。她坐下来坐那个。可以坐4-5小时不带动的，手工的。手工的。他做不带的这些都是他做的。太好玩了。我们家是别人去吧，回家超过12点，因为工作特别的忙，但是他每天必须保证他的睡眠时间，12点之前尽量睡觉。那么我们下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胆小的人，对吧？我特别害怕女孩呢发脾气。所以我特别想知道，平常你女儿发脾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没有说这个话，我好有个心理准备。我们女儿基本不发脾气，是闷气。她要发脾气的话，就是会对我发脾气，对外面的人很好。我是孝顺的好吗？怎么能这么说？贴心，就是愿意跟女儿发小脾气，因为她知道我。没有啥，他性格非常好，就属于那种活泼开朗的性格。我们家树林发脾气一般只会对他特别信任的人发脾气，然后对信任的发脾气呢，有一个妙招，我就教给你，不要理他。谢谢你说了句实话。我的手脚记忆特别容易跟人跑。
特别恩爱，这些红酒都是他们爱情的见证。我也希望自己的爱情可以像他们这样。我超爱喝。呀，你应该来我们家，给我超级爱喝，这是我们家酒窖。比起他们的父母的爱情，我干妹子他妈的时候，我们去华小牧场那时候，哎呀，那天很开心，然后乘客冰激，希望他们今天能够赶上。希望找一个男朋友，两个人也恩恩爱爱，像父母一样。啊，别说这个，我这狗粮真的长到。好，你看，四号杨树林，第一个女朋友，后宫佳丽三千，请看大屏幕。啊，你喜欢小玩具是吧？这一天我抓狗。我们家杨树林儿，去居处挂样样的物品。
的时候，就是平常找不到的，我只能买豆油条了。再打电话去。听起来很严重。